些东西。绿色的基底粉，粉色的是让它变黏黏的粉，对，蓝色就是史莱姆粉。我们现在来开始做吧。我把模型都剪开。啊，剪出来就这个样子。先加水，水呢要加30ml，就是它这里有第三条线。好了，30ml 的水加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打开。第一个基底粉是这包绿色的哦。搅拌，我来搅拌。哇，变绿色的了，搅一搅。像床一样。嗯，好了，接下来呢？我还没好。好了，接下来拌一拌之后，我们先把它放着，再来打开这个粉红色的。黏黏粉，黏黏粉倒在这个星星的盒子，跟 Robin 身上一样哦，星星的，星星。倒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绿色的水倒到这个黏糊糊的粉里面吧。哇，变色了，变色了。可以看，刚刚拌完粉红色的时候已经有一点黏黏的了，一点点黏黏。史莱姆粉，妈妈你看，我的要轻轻的搅一搅。妈妈，我的好像机器人呢。哪里像？是你长那样子吗？加上去之后，哇，立刻又变色了。对啊，变得有点。蓝色，蓝紫色，要搅100次以上哦。它包装上面有写要100次以上哦。100次以上，好。来给大家看，哇哇，好漂亮呢、啊！蓝蓝蓝，我们做好史莱姆了。我们现在来试吃哦，要吃了哦。好吧，吃。草莓口味。这明明就是苏打汽水口味。苏打汽水。换爸爸吃的啦。换爸爸吃，爸爸吃一口。爸爸要吃好大口。好了，我自己用。我要再问罗宾吃一口。是苏打汽水的味道，很甜哦。小朋友，你们还喜欢今天的日本说吗？就是我们做的美式的史莱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帮我们按赞还有分享。我是罗比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哪里哪里，喜欢罗比军团的各位粉丝，多谢你。